么都学会啊，随缘，随缘学就好了。所以要用得到了才去学。有人生病哦，所以我学除病的方法；有人心情不好哦，随缘学啊，对你自己有帮助的，对周遭有帮助的，你去把它学起来，这样你要对你自己比较实用一点啊。这个世界帮助众生的方法就是佛法，不要执着藏传佛教啊，哪一个教派啊，啊，帮助众生的方法，按照佛经，按照佛陀的方法给对方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请他们去老人院，我才跟他说，你看那个才叫金刚舞啊，大家唱唱跳跳，给老人快乐，带老人念药师佛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，他们就很快乐了啊。那我想在这一点，我们很希望把佛法弄得简单实用啊，让它量化量化。当然，有些人特别喜欢直的，那是少数人，那个是天生脑筋好的啊，很精进的又不舍悲心的人可以了。大部分我们就自己过得好，也让别人过得好啊，然后比较简单的教化工作。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通俗弘法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我很期望，我现在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成立慈悲协会，每个地方啊，那就大家去慈悲照顾老人啊，照顾这些不懂佛法的人，照顾残障的人，乃至去喂鸭，像在欧美地区的喂海鸥、喂鸭、喂兔子啊，太多太多了。但是他们觉得很快乐啊，因为这是大家都做得到了，做得到了，所以。这样希望佛教能够普遍化啊，年轻化，落实化，甚至现在必须透过很多网络、动漫翻译各种语文，包括法文、印尼文，我们都在翻译，然后呢，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地藏菩萨的故事，孝顺，特别西方国家啊，孝顺的重要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孝顺，不了解祖先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我们必须祈求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啊。所以必须要通俗教化。我想各位每个人都会生病了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但是我们很平静啊，因为平静所做的功德才会有力量啊，所以很平静的接受各种的因缘，因为包括佛陀啦，他都说了，他也腰痛啊，啊拉肚子啊，发烧啊，因为只要有肉体就有这个业报啊，你很平静的。来忏悔，来修福报，哪一个平静的心，乃至思维空性，是消业障最快的方法。他说他的父亲癌症第三期，小叔死于大肠癌，二姑姐姐甲状腺，是不是祖先没超度？这是家族的共业，当然也有可能祖先没超度，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回向祖先，不管你祖先有没有超度。只是回向的方法正不正确啊？如果你发心正确，然后经常感恩意念祖先，那当然他们个人个人的冤亲债主共业，所以要忏悔业障，然后回向造成他得不一样病的各种冤亲债主。第三个刚刚讲了，保持一颗念佛的心啊，相信因果的平静的心，尽量朝这个方向啊。而且他说做生意一直亏钱，怎么样才可以赚钱啊？亏钱有亏钱的业，而且搞不好有金钱债主，所以基本上多忏悔造了亏钱没有福报的业，那反过来讲就多去布施吧，布施从小小的布施没关系，不要停，不然等有钱才布施，没钱也可以布施水啊米啊，所以当然在布施诵经功德也要回向你的冤亲债主啊，以及你回向你的家人。请问大随求咒 Vishuddhani 啊，是 Vishuddhani Om Balabala Sambala Sambala Indani Vishuddhani Indani Vishuddhani。 家中以前猫狗火化的骨灰怎么处置？你要埋起来可以，你要放去骨灰塔可以啊，重点是他怎么得到功德超度？至于骨灰你要怎么处理都可以了啊，不执着了。有一位朋友有一个小孩不想要第二个胎，就多次流产，胎死腹中。
那基本上要忏悔就好了啊，忏悔，而且相信阿弥陀佛可以带领小朋友去极乐世界啊。所以，但是因为我们自私嘛，无明就是我不要第二个胎儿，因为做人可以成佛哎。那是因为父母有父母的想法，至少我们对不起的这个小孩，我们跟他忏悔，然后呢，帮他皈依三宝，做功德，愿他去极乐世界。请问因跟缘有什么不同？先有因，再加上助缘，才会有果。那这个果又成为后面的因，然后就一直重复了，所以叫因缘果报。所以果报是否全部是过去世所造的？过去的业，然后呢，加上现在的因跟缘，然后又造成果报又现前，所以就是不断的重复。我的先生这几个月一直有声音跟着他说话，似乎把他的精神弄得恍惚。那如果你相信，反正他有这个业报，你为他抄抄心经啊，念念大悲咒。还有一个方法是，各位，如果你觉得好像是这些无形众生卡到了，突然拉肚子，好像你就念念五遍大悲咒的水给他喝啊，或是念念至少21遍呢，是最好108遍的唵嘛呢叭咪吽，在水里面给他喝，这也是很快可以帮助身上如果有那些众生啊，往往很弄很快超度他啊。那如果还不好，那可能这个叫冤亲债主了。冤亲债主就拔着他，那你就替他忏悔、回向啊，做功德。功德很重要，功德是一种对这些冤亲债主的一种弥补吧，弥补。所以我经常，所以会做32项功德，我自己写的，造佛像、这建佛塔、供生生、医疗护病，我都32项。32项钱多钱少没关系啊。反正你10块也可以分开做32项啊，然后但至少我就跟他结缘，而且我会融入造佛像的功德，不是说这1块钱，而是所有造佛像的功德，所有印佛经来讲给这个冤亲债主听嘛，他一定很高兴啊。请问每次听经的时候就要睡觉？那没办法，因为你过去有这习惯，未来更有这个习惯。所以这个习惯会跟着你，那你要忏悔，要忏悔。所以你只要突破它几次，就会突破了。但是如果你突破不了，这个睡觉的障碍就会跟着你，甚至这个造成睡觉障碍的鬼神也会来吸你的精气。你说一听经就会打瞌睡，啊，那这个时候是你的身体业障重。再来过去还有一种叫慢法，就是说别人在讲佛法，你不想听。那你有这种傲慢佛法，所以以后要听正法的时候啊，听到邪法你精神就来了，听到正法你就要睡觉了，因为你过去曾经对佛法有一点意见，所以也会造成这种现象。请问我们的观思要怎么做才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？对方告你，你不要恨对方。比如说我会教人家，你点3支香帮他做烟供，回向给他历代祖先冤亲债主，这样你就一直对他好。然后因为过去我们一定是对不起他，他现在才会告你，甚至是他错他也要告你。各位你要相信因果100%啊，所以你不要跟他对立，你反而还跟他忏悔，还做功德给他，这才叫大事化小。还他债了，他这个是有形的债主，你看得见的。还有无形的债主，当然也是这个方法一样的。再来，今天做烟供有一个去世20几年的朋友刘燕玲，他要求他帮他念经。哦，他来告诉你，有人会这样啊，有人往生者可以跟他沟通啊，做梦啊，打坐啊，真是的，100%。他要我帮他念经，我今天念阿弥陀佛108遍，往生咒21遍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长期念，以后可以让他到6亲眷属里去听吗？希望如此，但是搞不好你欠他的啊，因为他希望你念给他，当然你还是念了，然后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当然以他为因缘回向给法界众生，那当然
六亲眷属大家共同回向，也希望他得到。什么是好命人？做好命对于往生西方重要吗？好命人是你现在有福报，那现在的福报，但是老病死你还是逃不掉啊。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可以脱离这些老病死的轮回，所以现在好命更好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更好，两个都好啊。但是不见得说要好命就不用念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因为我认识很多好命人，有钱到啊马桶都可以做黄金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痛苦，这不是有钱好命就可以解脱生死的问题。只受三皈依的在家人可以带大家共修三十细念，三十细念不分在家出家啊，只要你有个信心，有个虔诚的心都可以。三十细念你可以在家里做修行都可以。请问受了五戒要怎么样修不妄语？不妄语就是不妄语，就是不要骗人。你要控制你自己，你要了解他的因缘果报。所以各位，一个人之所以会造业，是不了解造业的业报是什么，他才敢造业。如果他知道这个造业，这个妄语会造成下地狱、割舌地狱，我看谁也不要。你信了因果，你就自然会守戒。投资股票是正业吗？如果你投资了，你就比较平静，不会那么在乎，还好吧？啊，如果你非常在乎，像赌博一样，那就不好。所以长期股票，佛教里面反正做生意都是如此吧。啊，但是你至少心里能平静，啊，然后多修福报，你会赚钱也是你的福报。助念祈福，人事业顺利，但过程无法教化他人。请问师父如何释怀？度众生不急一时，但是我们是结下因缘。真正度众生是在你成佛以后才叫度众生啊。我们现在是跟他结缘就好啊，但是尽力这样就可以了。母亲每天都觉得全身是病，胃酸倒流，一直没有办法改善，经常一直往不好的方面去想，怎么帮助他？重点，做儿女的要帮助别人，那个人首先你要平静，不要慌张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担心。你以这样子的要求自己，然后呢，替你母亲忏悔，也会向他的冤亲债主，然后多陪陪他，讲他喜欢听的，包括佛教故事。那我认为母亲会不会好，另外一回事。你的尽力让你进步了。因为你这个进步跟修行就有回向母亲的功德力啊，但是千万不要只要求对方好而不要求自己改变。佛教的修行是因为自己的改变而产生功德力给对方啊，而产生了诸佛菩萨的加持力给对方，这一点我们记起来比较重要。我一直都忙于工作，直到去年年底手受伤了，还动了手术。想问师父，为何手会无缘无故的受伤？没有无缘无故的，有他的因缘果报业障，有他的起心动念所招感来的冤亲债主，所以升起惭愧心，然后忏悔业障，念佛也好忏悔，然后回向这个冤亲债主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冤亲债主不是一位哦，当你手有这个业的时候啊，这个冤亲债主超度完，另外一个还会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手有问题，他会借由你的痛来希望你偿还他的，所以你可能会痛个三次，但是不一样的冤亲债主，所以你要很认真的一次再一次超度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反正我原来这个痛是变成我修行的助缘，哪里不好？因为超度跟修行是没有分别的，修行就是超度，不管你做什么修行，都有功德力去回向去超度，所以只要怀着这种心。那菩萨呢？菩萨是天天在超度，因为天天在痛苦啊。因为你要做菩萨，就必须如此。请问回向法界跟回向法界众生一样吗？应该是一样。法界就代表十法界，四圣六凡啊，十法界代表众生，所以回向法界等于回向所有众生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念：回向法界众生，而且要真心的去做。他的父亲骨灰放在道教的庙里面，现在替他皈依佛教，需要请去佛堂吗？超度比较重要，骨灰在哪里没关系啊。那如果你有钱，当然移移无所谓了啊。那如果你有压力，就不需要了。
我的新家要供养佛像如何